什么弄到这样啊，咱无输一摆生 YouTube， 你还要起赞分享，还搁订阅，好歹路啊啦，小铃铛甲拍开。对一届来台东，一般的人拢想到是台东的即个台东市，也是去基本。但我唔是，我是要来一个较特别的所在。即个所在是叫做香兰部落。讲到香兰，即个名就感觉真水。我特别来看即群人因的安怎生活。多难弄！这才叫做香兰呐！啊，其实阮台湾族号做是迄落拉老兰。拉老兰？嘿。哦，这就写拉老兰呢。是啊，这顶面都画阮的这个部落的街道图。啊，用迄落石板啊，所以这个百万族的百万族的迄落基础的迄落建材，阮这其实较早汉人刷来东部了后，啊，都跨家就坐迄落高山呐，嘿，哦，都合作高阿兰，哦，高阿兰，日本人来了后，啊，用这个高阿兰，啊，用日语的音译吼，啊，都变作是高兰高兰，嘿，啊，都变作是今嘛的香兰。汉字就叫做写作香兰，哦，香兰。所以要无用这個地图的话，咱后一代可能我会火气哦吼。啊，其实阮用这个地图，除了互阮知影讲阮家己住的所在以外吼，其实嘛是有一个教育啊，教育阮的后代。哦，所以我有时啊看跩吼，你跩壁画吼。变图对，当然呢，一直一笔一笔，哦，这赵老师真好呢。嘿，会当直接上课啦，可能知影阮的部落的历史。哦，这笔真无相同诶。对，啊，这都是阮在恢复阮的传统的事啊。啊，阮都对阮长辈吼，啊，去问阮较早的文化，阮较早的迄落祭典的事，都有一个叫做小米收获祭。嘿，啊，这是阮为文化诶其中的之一。啊，所以阮这个小米收获季吼，虽然讲是传统啦，啊，其实阮嘛在讲究迄落现代，互少侪人介绍阮荡秋千的文化以外吼，嘛会当透过产物伫内底吼，是啊，互你较真正就是知影讲哦，这是就有意义的一个仪式。牧师，这就是你的田哦。对。哦。啊，跩你是哪拢无甲敲掉？这不是拢草啊吗？哦，无啊，这是迄落阮部落即马上重要迄落三叶之一啦。三叶之一。对，啊，这都叫做红梨。这是外来种的吗？无，啊，这本地都是原住民，吼祖宗，吼祖先传落来，啊，阮一直保持，甲伊种伫阮的仓库内底。哦，啊，因为较早较无人知影啦，啊，总是足侪人看到讲哇，遐尼啊水，啊，这是要做花哟，也是要插花哟，安尼。啊，这啊，恁是拢提来安怎用？啊，上主要阮较早吼是阮的食米啦，吼，阮的粮食之一啦。哦，啊，这红米吼，阮若要做小米酒的时啊，啊，南地迄落小米来，迄落西亚来对吼。啊，小米恁叫西亚，西亚，嘿，西亚，台语叫做西亚啦。哦，西亚。啊，所以这东西要和迄个小米发酵，上主要的原料。哦，所以真正是两个，那咧种，
到使用弄这侪小瓦小瓦壳的。啊，所以都有人在讲讲说啊，含这个红绿的关系，干那是红阿婆哦的关系。哦啊，有你就有我，哦啊，没有你就我就不行，安尼。哦，所以我看到这红阿婆呢，哎呦，但拄仔你讲这个，伊就对恁有这大的意义嘛？对。啊，因为足侪阮种的物啊吼，其实拢含阮的祭典，拢有相关啦吼。啊，像迄个小米，阮的小米收获季吼，较早伫部落消失要30-40年啦。啥？所以啊，会无去？无去啊！总是阮嘛又阁有在办迄个小米收获季。啊，是安怎？无看到小米，啊，阮才会去反省，去思考讲，欸啊，这唔对啊！啊，所以阮才开始讲要把阮的传统的文化恢复。是啊，所以阮才开始恢复要种这个西啊吼，复耕呐。哦，复耕在阮的土地，阮都开始种。哦，所以袂使看无起呢。唔系哦，你卖看呢，是草啊呢啊，就侪人拢就注重养生的时候，啊，拢在找原住民的西啊，迄个小米。哦，牧师，你坐下来，这青山拉来，莫非就是要来猎山猪哦？好，啊，这拍啦吼，啊，都是阮原住民传统的迄个文化啦。啊，所以阮一直到今麦要讲，得训练阮青年人来学习这个拍啦的文化。咱得看伊得做这个手环吼。啊，其实伊嘛，伊咱拢以为是讲是查甫，啊，总是伊查甫嘛是爱嘛是爱学，上最后起厝的时啊，得固定，要把个要拔起来，都是用这款的。爱是虾米物件？哦，这是迄啰山樟啊，山樟，哦，咱讲的山樟叶，对，山樟，你手啊，你爱扭你的手啦，啊，别带把要送乎你的啦，真的哦。哦，修饰一下。我想讲，我伊要做一个手铐，嘿，唔是手铐，要甲你钉。我无怕山猪，我无违法，所以你都爱留伫遮。哦，可以做留念，做留念，不袂惊，我应该爱多一只咯。对，后面你讲。对我们原住民的生活，这个最重要。这个我知，这就是我一夜吃啊，提起倒两件。哈哈，不用了。给你提供，在我们原住民哦，我们以前在吃饭的时候，在地下嘛，吃大锅饭嘛。这个锅没有饭，在这个上面的话，会摇摇晃晃。哦。更何况那时候我们都是用摇的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用的时候放在网上，所以这个锅的。高的底没有底座，啊，都是做那种垫的底座啊，那垫啊，那当然说也看稳。我们一个男人要具备一个万能的那个手艺，哎，跟那个精灵的头脑。哦，哎，他挑把哎，他磨得叫，因为为什么这个懂不了你哎？对，这个你跟动物嘛也是要学问，嗯，不是要空啊，去那边的关注找不到这个东西。在阮会当学白毛吗？可以，哦，现在可以。现在主人会同意，哦，你人家会当兵的。打猎的时候，我们有打到山猪的时候，第一个吃到山猪的，再当 DJ， 才能够领到这个肉。啊，我就把它反造成做这个大白帽。你那厉害，跩故事啊，这东西想给你讲。没有，我这个都是在跟班一样，我跟老人家们一起去打猎。看老人家们在做这个东西，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，他们会跟我们一起捣米。啊，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。哦，你那我这个时代弄了拍电动，看电视，没讲那个电动啦。嘿，咔嚓，提供。你嘛是，你这个嘛是牙齿啊。咔嚓，提供。我们就是在。在务农嘛，我们的父母亲都很忙，一直叫我去背那个几斤棉被后去玩耍。去玩的时候，拿去部落的老人还在做这个东西。哦，我们可以在那边旁边摸摸偷看。啊，阿姨，伊那无 OK。
我就无闲，我搁要拍电啊，我要去处处啊开会啊，所以他们去，所以足侪物件，足侪物件拢是我阿姑做好啊，木梳转来啊，啊这送互你安尼，我都得着哦。牧师，你这样呢，都让我感受到这生迄个，我是阿里山的祖祖来对因的迄个曲巴。嘿，是，其实有相共的、相像的迄落意义啦。所以这就一个秘书，我有是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教育中心、教育中心，啊，个军书、军书嘛，对，啊，要保护、保护。拢同遮在处理，咱但是比较讨论处理，直接超行开啊，分配。上主要是有一个叫做青年会所的一个所在，诶，在训练，在带阮的青年重新来认捌家己的身份。啊，因为我迄当阵嘛是，我对着阮家己的信用，我家己基督教信用啦吼。啊，其实上主要对着圣经，真正合适着迄落叫做认同。认同。人拢在问讲，啊，你原住民吼，啊，原住民的文化是啥物？啊，这青年人拢较唔知道要安怎样回答。啊，多当来处理，要甲父母请教，要甲父母来问的是，因父母都讲，啊，你插这个文化要创啥？啊，敢有好处？敢会趁钱？引起这个长辈足大的反大。哇！反正你安尼带歹阮的。囡仔安尼，哈，所以咱要做最对的代志，顶多是讲咱也错歹。对，所以阮都用足长的时间去沟通。哦，所以这有一点仔讲文化本质上看袂起的，是无路用袂起安尼。啊，结果你搁用产业用最做的工具甲做得来，互人看到文化的力量诶。所以你都知影讲台湾的原住民是安怎伫台湾是。最重要的主善，都是因为袂当看轻咱家己，咱若看轻咱家己的事，会影响到国外因的认同。是。什么无事坐巴士，家己 YouTube 爱记订阅、起赞、分享，还佫小铃铛佮拍开，叮咚叮咚，开咯。